新竹县五峰国小因为乡运搭配四校联运，一早就聚集人潮，非常热闹。这次五峰国中、五峰国小、花园国小、桃山国小首次四校联合共同参与运动会，跳脱过往只有精英代表学校，这次全校全班都能一同参加。我想我们这一次呢，能够集合四个学校一起在这边配合乡运哈，一起来办理这个运动会。我想跳脱以往哈，我们各校只有派出精英来参加，所以各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部都带到会场来，一起来感受这个五峰乡乡运的这种活力。那希望借由这一年一度的竞赛中，可以保留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些文化技能啊，透过这个运动会来传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。除了一般体育运动项目，也加入了传统竞技项目。这次办四校联运呢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亲朋好友还有弟弟妹妹一起来运动，是觉得很开心的，对啊。五峰乡乡运加上四校联运，运动项目丰富多元，大家也都不遑多让，就是要抱回讲座。但一年一次的乡运，族人也借此机会彼此联络情感。记者杨本大陆新竹五峰采访报道。